夜12点。水好清呀、啊。就是因为这个石头长得像花瓶，所以这里就叫花瓶岛。咿呀，因为放在包里，所以有一点点乱。这是我们的午餐，耶、yeah。我们就坐在这里吃。吃完饭的我们要去赶我们的小队伍了，快走！你怎么堆上石头了呢？我们不是要赶队伍吗？哇，一个一分钟的作品，大家鼓掌！又来了，我们这样是永远赶不上队伍的。哇，你可以啊。哦、oh, thanks. 这就是花瓶。我要翻石头。哇，这就是花瓶岛的名字的来源。这是我们回去的大船，我们要登船了。阳光下烧烤的小流氓，再来一下，呜、哦，哎呀，哇，那边也在 barbecue， 看。打开来看看，居然在烤茄子，加少了点油，没事，我们还剩一个茄子，还可以改造。然后这是为牛排准备的，没有 rosemary， 只有 thyme， 但是也可以，那是一会儿要烤的牛排。Hello, guys. 他们有宝宝。Good morning. 哦，在吃草。